这样你直接买十份这个十份那个，这样摆来摆去就好。跟了，可以，回去啊。OK， 你拿去先。冲啊！你们在这边不是有 discount 吗？好，我要买紫菜。Oh my god！ 哎呦那里，哎呦那里。回来了。很累啊，买一个面包，买到那么累。快！冷静。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玩什么？我们今天要玩的呢是。是什么大哥？大哥怎么了？大哥是什么物接龙啊？购物接龙。举个例子，我们这边有八个卡牌，我们其实只会抽两张哦。OK， 其他六张是没有用到的。OK， 你抽了，可能你拿到一个叫三脚架，你就要去买一个三脚架。够架买回来了是吗？够你的队友就要去买下一个物品，可能是架子。很贵，三脚架子，然后买回来纸就买紫菜或者纸张啊，纸张啊，纸张又不一样，你不要脏什么，你就买紫菜。蟑螂啊，那你买蟑螂？这是可以啊，你很贵，道具的蟑螂也可以掰得过啊，至少合理嘛。对，这种东西相信最厉害了。没有你们最厉害了。不，我们限时一个小时，看哪一组买的最多就是胜利。可是我们今天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两组都有不同的这个贵宾进来的，你们那组也是有吗？介绍一下吗？美女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Beauty Mori 的执行总裁燕秋。耶！总裁呢？很总裁。先讲一下，我们这位帅哥，女人都喜欢他的。哦。因为他厉害拍，他一拿出他的鸡鸡出来呢，女生就开心了。鸡鸡是什么？不是相机出来啊，女生给他拍了就开心啊。来，介绍一下什么名字？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KZ Amazing Group International 的创办人。讲就是很专业的摄影师啦。是啦，不是像我们这样做普通做 YouTube 的这一种。OK 啦，我觉得第一个就让嘉宾去买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吗？是不是哦？来，你来选哪一个？就先让老板去买。你觉得哪一个最有 feel？ 老板买先。你觉得哪一个最有 feel？ 我们接下来会走什么路？靠你，靠你啦，真的。快点，你选一个。好，我们选好了。哎，要一个来吗？一个来。OK， 来，我们先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1、2、3。面包。面包很简单。来，我们的是什么？1、2、3。好，所以你们的人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吗？有信心可以赢了吗？好，必胜！1、2、3，加油！必胜！这边有面包，对呀。哪里有卖面包？你有洋葱的东西吗？有洋葱的东西的那一包。啊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是洋葱吗？应该算吧，洋葱。买先。这个时候要这么，你知道，打开手机，然后 check 在哪里，那个 market。他回来，面包是吧？包菜。你去买包菜。我们计划一下，我们洋葱，然后我们就要充电宝。回来了！哇，买什么买这样快？洋葱，这个是洋葱片哦。啊，这个是洋葱片。不是吗？洋葱。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是洋葱，名字是炸过的洋葱片。没有炸过的洋葱来的 ，real。对。吃掉了。你都吃了，你看吃了就算了哦。我们下一个要去了。这个快点，充什么？充电宝。OK， 我知道。你要买啊？我去买。OK， 加油！很累啊。买一个面包，买到那么累，生平第一次买面包那么累。我现在已经 stand by 好了，我知道哪里，因为我已经有我的这个 boost， 所以我可以用我的 boost 去买。OK， 总之时间越短越快就越好，是这个吗？化妆。这边就有了，应该是。有充电宝吗？跑呗，这边最便宜的，你要多少钱？最便宜的，69吧，最便宜好了，69有 discount 吗？还要减价？没有 discount 没有 discount
你们在这边不是有 discount 了吗？ discount 啊！来来，我要用 boost pay。OK OK。那我用这个 boost pay。比什么？笔记本。哎，可以。笔记本什么有本什么？本大龙，玩金马了哦！你要买一辆有钱啊？你要买一辆 Mercedes 回来做什么？我买都没有 discount 哎 ，discount 了啦。OK， 那可以啊 ，OK 可以 ，Thank you， Let's go。Hello， I want to buy a peanut butter bread。OK， Let's go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我们的 K 大买个面包去哪里买？哎，糟糕啦！怎么？怎么你们一脸这样？我很惆怅，你懂吗？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已经想好十多个东西要买了的，只不过第一个买的还没有回来。哎呀，我们的第一个 K 大去哪里呀？我们要睡觉了啦。艺术家，快点 ！K 大，面包罢了。惨啊，我是路痴来的，要下一楼先。哎，终于回来了，终于！你买了什么？面包。可以可以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呢，现在是要去买那个包装干拌面。问一下台湾的人 ，Hello sir, excuse me, may I know where's the shop called my newspaper, like 7-Eleven? No have. So do you know where got the newspaper?Where have the newspaper? Yeah, just only newspaper. Hello, 我来了，我这边答应要买，我要买一包包装干拌面。来了，耶！包装快熟面，来，我们买了包装干拌面。傲翔再去买面包，什么？包装快熟面，然后又再去买面包。OK， 傲翔去回同一间，你跟他讲你要 roti kosong 罢了。哎，没有这样子啦，包而已。这个，这样你直接买十份这个十份那个，这样掰来掰去就好。没有，我们玩时间走来走去的嘛。屁啦！好了，我们这你去买包子或者是包菜。你知道包菜长什么样子吗？一颗的哦，不知道你可以 Google。阿卡，是你的 newspaper 的？啊，哦你 newspaper 就看。Thank you. 坐电梯上去，坐电梯。什么都没有，完了，时间是在我身上了。我好怕、啊，如果问摄影师会讲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打给他一下吗？你看他什么情况，快点打给他，快点打给他。你问他知不知道？是。还没有，不过在看着了，你们。耐心等一下哈，我们有一个得力助手傲翔，他不熟马来西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赢定了，耶！OK， 那我们就全部坐在这边了，我们就 fast cut 就好了啦。是啊，我们就等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几声浪跟讲话，我们就看谁最后一轮一个最快的谁了。Go 买什么 ？Go 可以买的。这个 free 的，因为没有卖报纸，也没有那个 news.com， 我找了很久。哎，这个哪里是报纸？这个是杂志。报纸？这不是报纸吧？报纸。是哎，周刊哎，这个是。这个是 upgrade 版的报纸。我现在去找紫菜。你会讲华语吗？我想买你。One。No， 这个菜。啊。是要去考你吧，是不是？我跟着他去了，我怕他误会我的意思。哦 ，OK。OK。三个油，不用三个油。哦，找到了，快走！哦，我要买紫菜。好，我要买紫菜。Oh my god！ 太快乐，这里也不有紫菜。哎，我的 camera 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Oh my god， 超快的！boost， 紫菜！哎，这样子很难呢。
杨宝贝，人家的包菜都回来了，我们的哎呦，人家的紫菜回来了，我们的包菜呢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路啊。现在我要买的就是这个菜心，菜心，菜心要那一边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什么？你买了什么？哎，是谁啊？包菜。哎，对对，这个是包菜。哎，包菜花。哎，这个，这个是包菜花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包菜，把菜包起来，包菜啊，包菜花没有。我们这个是这个是没有，这个其实是薄荷利来的。包菜花，包菜花，最早花花花花。杨宝贝，杨宝贝，花什么？花什么？啊，你花什么花吗？花什么？花什么？花朵，花朵，找花朵回来那个。哎呦那里，哎呦那里。好想你告诉我，你们中国真的叫这个叫包菜吗？啊，菜花叫菜花。包菜花呀。对啊，用这个包着了。包住了菜花，你别笑啊。包菜花，包菜花。很好，你已经很棒了，真的。很好了。对，所以他要包着那个菜，还有那个花哦，这样花咧。你去了你找啦，花可以有花粉吗？我就用翻译跟马来人说了我要的包菜，他就给了我一个这个。哎，几厉害，代表什么？而且还没要钱哦，口头交易。口头交易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听，马来西亚的马来人都会听华语，哎，很好，你这好。对对对。促进两国的这个关系。对。Very good。可以问一下吗？可以知道哪一个是菜心吗？这边这个是菜心啊，这个哎看起来一样嘛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OK， 现在要付钱。我们的我可以买什么？花朵。朵啊，朵，你们这款的朵什么？朵什么嘞？我知道，朵，你可以买朵朵。彩彩对朵朵。哎，挺不错。哎，买朵就买朵朵回来，还要中奖，听没这样？哎，然后你们就要买朵又大。哎，刚才这个厉害啊，书本哦，本什么？本池 ，fancy 哦，哇，有钱有钱。问题是米奇又去找花什么？花朵。哎，他回来，我刚刚跟你讲，我做了，我买了，因为我刚才去花钱。哪里哪里哪里？花瓣。哎。OK， 可以，这个。啊！冲啊！哎，花什么？花瓣。花什么？花朵。哎，快！花瓣啊！花瓣。瓣。明明不是要花朵了咩？你买花瓣。找的花朵。来来来，瓣瓣瓣。我知道买什么了，我知道买什么。瓣哦，瓣，我们买到花瓣。花瓣。那你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？是有拌啊？拌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拌酱还是什么拌什么？酱啊，这个罗莎酱就是拌酱啊。这个是拌酱吗？这个是拌酱，是拌吗？还是你看这个是不是拌面来的？阿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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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你那个不能用啊。不用紧，我已经可以咬了，我知道拌，我们就买拌面的对啊。来 try 一下来，是不是这个拌面好吃的嘛？对，好吃，好吃哦。拌面吗？拌面，拌面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搅拌的。你看，那我问你一句话吧，好，来，你过来几个，你可以免费卖给我们吗？嗯，可以。免费卖给我们啊 ？OK， 好，我们拿两罐去。谢谢你的拌面了。到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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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我了。买星巴克。One ice latte。哈哈，来。花瓣，我买了拌面，耶、yeah, ，拌面，拌面，老板说是拌面，哎，我打工换宿的哈，我跟老板讲，我帮你笑一下，你卖我这个面可以吗？讲 OK 的哈，还要掰哦，哼，拌面 OK 啊，面，拌面啊，面什么？这个是这个什么？包装，快刷，这个是包装快熟面，对 ，OK， 包，这个是包菜，你不要理啦，拌面，你去找面什么？面面面还有什么？面条，面条，面条，这个你不要管，不用接，你要接什么？你找面条。哎呦，
我发给你找面条，不用煮的、啊，不用煮的面条。面条是面条，你去那个 A 要买。我跟你讲 ，LG 有 LG 一样的，你再回去这个档口，他那个面条，你跟他买回来就可以了。不同口味的，不同口味的，不同口味。不要煮过了，他摆在那边了，已经有面条了了。面包包装快熟面，然后就买了什么？啊，来继续摆，继续摆，你不要摆不回来啊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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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我还是不明白那个包装面怎么会变成包菜。星巴克，我给你机会，我们再加15分钟好不好？导演，哎，我们这个为什么会买这个啊？这样，我给你拜，给你机会，你要加15分钟啊，不然你没有机会赢了。我回来了。冷静啊，冷静！对啊，面包、包菜、包菜没有面包，包装快熟面你去买的，然后我们就这个拿出来先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少掉一个罢了的，少掉一个罢了。面包、包菜花、花瓣、拌面，四个。要加什么？对方讲哦，他给机会你哦，反正。我看你摆到很辛苦，给你加，我们加15分钟。我们加15分钟给他机会，不然他摆不下去了。确定，老板，老板，我要买东西，来来来，我要买这个面包、包菜、包菜花、花干、沙盘、干板面、干盘面、干板面、面条、面条，加买调味料就可以了，那一罐那个番酱调味料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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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叫他去，我们两个过去，快点快点，可可饼干，可可饼干。这边有卖可可饼干吗？可可风格饼干呢，这是巧克力盒，巧克力饼一盒3块，420块。是不是可可的这些？可可就是巧克力对吗？我一定要可可饼干。可可只有这个不了啊。可可没有。可可那那。是巧克力吗？来来一个来一个这个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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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完全先。OK， 你买了什么？我买面条。OK， 不用不用，你买了，你买这个就可以了。我买这个就好，买这个就好了。调味料，调味料，这个过了，这个过了，快点快点 scan， 快点 scan。所以你刚才已经接到了。料，对，有接到了，我们接到了。接到了。我就是刚才问你那个问题。对对对。OK， scan 了 scan 了 scan 了，快点快点。可以，回去啊回去啊。OK OK OK。买回来买回来了，接到了接到了。调味料，是那料料料料什么？可可饼干，料理料理 ，everything 料理都可以的，我看料就可以了。我要一包干盘面。对，还是你们有煮好的 sample 吗？有，可以煮的。这样算了一包多少钱啊？16.8。我要想配啊，配 bill。对，配 bill。按这个。然后我扫你。Show QR code。好了好了，不用纸袋，不用纸袋。这里有什么料理吗？那面的面也是其中一种料理说法啊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少要，不用花钱的。这个吧。啊。它算是料理哈。哇，这么快的。哇，老板，老板生意很好啊，今天。你这个是什么？你买这个是什么？你买什么干？刚刚是。你不用理。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他们八样，我们1 2 3 4 5 6。料理，刚刚店员跟我讲，面也是一种料理。啊，来来来，有问题哦，给我问到问题哦，来讲。什么？什么料理的吗？料理啊。面包。料理吗？包菜花、花干、干盘面。面条、调味料，我们换了吗？可以换了吗？调味料啊，料理，料理。我现在要去买面膜，这个是面膜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最小的？是哪一个？最小的。面膜，最便宜、最小包的面膜，有没有一瓶？没有哎，它一定是一盒啊。理理理理理什么？哎，可以，礼物可以，看一下那边有什么礼什么。这里可以买的吗？可以啊，拜拜。面膜，面膜。抹吉在哪里？
抹吉是这边吗？啊？没有了，没有卖了。还没有卖了啊？你李屋子要去 DIY 哎，又去 DIY 哎。哎，没有哎，里面。耶！我去 DIY 买哦，我去捡。有没有离子烫夹？我去买礼物纸。礼物纸，我在，我去点。你找礼物纸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哆啦 A 梦里面有礼物纸啊，哆啦 A 梦里面有礼物纸，这个里面，随便一个东西都是礼物来的，礼物。什么东西都是礼物。物，然后我们再去买礼物，买了礼物买什么？买物品。物品，任何物品都是物品。哎，啊，怎样？抹吉没有卖哎，今天。抹吉没有卖。有没有抹茶之类的东西？抹茶有吗？那边有吗？你去找看。你下去我档口买一个产品叫 Model Look 的，你去我的档口 Beauty Mori 买一个产品叫 Model Look 的，然后你给他10块，你就拿走。Model Look 啊 ？Beauty Mori， 我要一个 Model Look， Model Look 的东西，这个是 Model Look 是啊？对。来，快点 scan。Model Look。抹什么？这个是抹什么？面膜。Model Look。录什么？你们录什么？脚香，录脚香，满脸趴美。哎，这个可以耶，是好看的，可以好，谢谢谢谢。奶茶一杯，奶茶一杯，随便一杯，随便一杯，吸管吸管。谢谢。礼物，礼物啦，是不是？礼物。物品，来，香肠，我要一条香肠。最便宜的一条是哪一条？40几，一条四零几，谢谢。物，有什么物可以买呢？糟糕，买物，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就有。你们这边有什么东西跟物有关系的？是从物开始的，有吗？没有。先走。香肠。这是什么？香肠。香肠。仓库，这边。仓库。有仓库卖吗？仓库没有啊。仓库没有啊。礼品嘛，他那个可以是礼品嘛，他是礼物，这也是礼品。这样我可以是品，品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零包装零食，包装零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如果刚才你去又买的是礼包，我就买的是包装零食。这个一包多少钱？你买三包才5块。我买三包才5块是吗？对。可以，谢谢。来好，来掰好吗？我们听你掰。可以来，这个是礼包，礼物，礼包，哎，礼包，来，礼包，等下我可以换了吗？礼包，包装绿豆，然后现在去买豆奶啊，再去买奶茶 ，OK， 好来。长有什么东西是到底长的吗？长裙可不可以呢？哈，有长袖衣还是长裙吗？最便宜的长裙，全场88啊 ，OK， 买。有吗 ？OK， 有啊。OK，G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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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豆奶的话，应该这边就有了吧？哎，老板要找什么？要买吗？啊，有豆奶吗？你们？豆奶啊，好像是有点豆奶三条啊。好倒霉哦。长裙。哇，买裙子，长裙有卖裙子吗？有，来，刚才那边，哎，你要跟我去吗？来这边，快穿了，要穿了，你连衣架都拿回来啊？这个去哪里？几楼有超市哦？来，给我裙子，什么裙子都可以，只要是裙子，这个也是裙子，多少钱啊？这个？1000吧，你拿去先 ，OK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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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还以为加多一个15分钟会有什么变数，没有，并且我们下一关反正一定会赢的啦。
是了，我们下一关，我们没有关系的，给他们知道多一点没关系。是是是，那现在镜头给他们多一点，等下就没有什么镜头了。他们是的，我们就会让他们在镜头上面一个一个慢慢消失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动来动来动来 ，please please。OK OK，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。对我们总会迷失在傲翔跟杨宝贝那边，真的耶，他们两个是迷失宝贝，迷失宝贝，不急不慌，时间到了，还有的还有的还有的，快快快快快，我们就剩这三位了，你们两位要失败啊，对对对，长来了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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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的鼓励。OK， 现在就由你们那组先来串联一下，你们有几多的东西。来，我们第一个是洋葱。OK， 一个。来，充电宝。两个。拿出来，摆出来，摆美美。充电宝。来，我们的报纸。日文报纸。三个。对 ，Malaysian News。三个。紫菜。四个。菜心。五个。星巴克。他真的是很有钱啊，可可饼干，来可可饼干，哎，可可饼干这个东西，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谐音错了，星巴克，可可饼干，哎，制作人，你已经很黑了，你，兄弟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你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啊，以牙还牙，你最好不要惹我们了，给他们讲完，他们讲完。给我们讲完，给我们讲完。来，可可饼干，干盘面，干盘面，干盘面，面膜。Beauty model， 对 ，model look， 然后鹿角巷，都可以给他讲成鹿角巷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接受了。对，哎，鹿角巷。香肠，香肠 ，OK 的，我 OK 的。糖裙，裙子，纸袋。OK， 可以可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OK， 恭喜。哎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给自己掌声。耶。我们还是很老实的，我们玩 game 没有规规矩矩，我们很老实，规规矩矩，可以，这个是你所谓的规矩。听我们讲，面包 ，OK， 一个包菜花，花，哎，怎么包菜花这样快跳过的？包菜花哪里有花嘞？包菜花啦 ，OK 吗 ？OK， 给，花干。干拌面，面条，调味料，料理，礼品，礼包，礼包，包装豆，包装豆，豆奶。哦，我们很顺哎，我们那是很顺的，我们很顺的。对啊，所以几样东西，所以我们怎么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样。这一关呢，我们是输得心服口服，是心服口服。那他们的这一关，他们的那个诡计是实在多端，对，不能讲是诡计，我们是真的有钱去买东西啦。哎呦，没有，所以他们这轮已经有新的提示给他们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耶！哎，哎，只能讲这个提示，你们是用钱买回来的。是，哎，所以我们总共得了两个提示啦，这样子。恭喜我们蓝队第三场获胜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三场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按过去我们头像这边订阅我们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点赞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